咱俩圆个房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咱俩圆个房呗。哎呀，蹬什么腿儿，一会儿走光了多不好，人看着是不是？那全人搁这儿啊，这环境多好啊，特意带来这儿就是氛围吧。我天哪，圆环独立房吗？这虽然四面漏点风，也算是个棚。像志哥人都臭了，本来我计划的好好的，我寻思咱俩能装个菜地上，关键是摆的太矮了，也遮不住。咱就是大点干，早点散，是吧？今天就不鼓励一下就不行了呗？你咋的？你真打算要过来啊？那咱俩婚都结了，也别浪费啊。这总不能说下次咋的过吧？那趁抓紧呗，万一过两天离婚证不好使了呢，行吗？你欠着我钱，你霸占着我人，给我搞成了二婚，你现在你还他妈想睡我？那不是相互的吗？谁不是呢？当初你提议的吗？把这个债务危机转变成情感危机。哥们儿，你怎么到现在没发短信呢？我其实我说的意思就是我想帮你一手。铁子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总不能让你财场失意，情场也跟着失意吧？其实我并不怎么中意你。如果说咱俩真发生点啥，那我的情场就真的失意了。哎呀妈，这床怎么刚才没声呢？氛围没了。